哎，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这个黑白相间的实体一度让许多 MC 玩家闻风丧胆，今天他再次出现了。玩家加入了自己的好朋友黑脑袋的世界，朋友黑脑袋已经在一片白桦树林中搭建好了他们的基地。玩家二人先是简单的闲聊了几句后，朋友便出去挖矿去了，而玩家收集了一些胡萝卜和土豆，接着便回到了住所，将土豆扔进了熔炉。香喷喷的食物马上就要出锅了，玩家很兴奋。突然他瞥到了一旁的墙上有两个钻石装备，他很不理解朋友为何将钻石斧和钻石剑挂在物品展示框里面，这么强劲的装备就应该为我所用。说着玩家便在消息框询问朋友能否将其中一把送给自己，但是奇怪的是玩家发了一大堆消息后不见朋友的回复。起初玩家并没有察觉到异常，他觉得可能是朋友挂机了不在电脑旁边，但是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玩家再次尝试发消息给朋友，可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渐渐的玩家开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也没发现朋友退出游戏，玩家打算出去寻找他，可抬头一看游戏中的天色也不早了，如果朋友天黑时不回来，那么自己只能一直等到天亮。玩家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朝着住所走去，突然在住所的窗户旁出现了一个身影。玩家先是一愣，那身影像是朋友黑脑袋，他加快了脚步朝着住所赶去。过来后玩家确定了那就是朋友，朋友见玩家进来了便从窗户旁走了下来。玩家询问朋友收获怎么样，但是下一秒朋友回复了一句，你超勇的对吗？ What？ 玩家有些看不明白，便默许了自己很勇。你很勇啊。接着朋友又说他很喜欢这些钻石甲，玩家懵了，这不是你的住所吗？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朋友接着回复，哦，是的没错，这些都是我的，我们应该分享这些。玩家看着朋友发的消息越看越感觉不对劲，因为平时朋友特别小气，根本不可能将这些钻石甲和钻石装备与别人分享。玩家开始怀疑眼前的这个玩家是不是自己的朋友，他的言行举止太异常了。前方高能预警，请屏幕前的超勇玩家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保护一下胆小的玩家。紧接着朋友又走出了住所，玩家还没来得及问他要去哪儿，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无奈玩家只好在消息框提醒朋友小心一些，朋友回复玩家说自己十分钟后就回来。好吧，十分钟后差不多也就天亮了，玩家也不打算出去了，就待在屋里吧。可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一声怪响，玩家本能的想去查看怎么回事，打开门后是一个黑白相间的实体。玩家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再次唤起，他认得这个实体，他叫做看守者。玩家也丝毫没有犹豫，赶快就迈开腿开始逃跑。逃跑之前他的生命值已经快到了斩杀线，但是奇怪的是这次看守者似乎没有追他的意思，而是询问玩家为什么要跑。他表示他会一直注视着玩家。玩家有过之前的经验，他知道遇到看守者不要理会他发的任何消息，尽管迈开脚步逃跑。果不其然，这个看守者还是追了上了。玩家边跑边吃食物补充饥饿度和血量，渐渐的天色也慢慢破晓，但当他跑到一处小河边时，突然他发现自己的游戏角色移动不了了。再次回头，看守者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来了老弟。玩家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看守者的追击。Terra Brain 大家都知道，有人说他有27个分身，也有人说他只有一个分身，但不论有多少分身，事实是 Him 在 MC 究竟真的存在吗？今天的故事就与 Him 有关。 OK， 老粉这时候已经开始长按屏幕中点赞按钮三连了，新粉也该点个关注，咱们马上发车。玩家与朋友在一处风景秀丽环境静谧的草坪上搭建了自己的小屋，此处依山傍水，草木丛生，非常适合养老。朋友与玩家此时还在慨叹这一切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该多好啊！一番白日痴梦后，朋友看到了河对岸的沙漠，那片区域他们还没有去探索过，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将屋门锁好后，两人开始朝着河对岸的沙漠靠近。刚踏入这片沙漠区域，玩家与朋友就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玩家先是发现了一个深邃幽暗的矿洞，朋友又发现了一座浮岛，并且沙漠竟然有水，最离谱的是还有甘蔗，这科学吗？但玩家与朋友觉得这一定是一处宝地，为什么我们不试着把家建造在这儿呢？随后两人又在这儿发现了一大片树林，沙漠有水生长甘蔗就已经够离谱，这下又发现了一大片树林。玩家与朋友越发对这片区域感兴趣了。在这片树林穿梭了没多久后，一座沙漠宫殿映入玩家的眼帘，这会是沙漠神殿吗？两人在外面徘徊了半天都没发现入口在哪，无奈朋友决定用镐子挖挖试试，但是一番挖掘后，这个沙漠神
文件竟然是实心的，里面什么都没有，空有一番外表。两人灰溜溜的离开了。又在这附近走了没多久后，他们发现了一处像是村庄的区域。朋友表示，这一切看到的奇怪现象之前从来都没见过，但是这里光有一些独特的建筑，连个箱子什么的都没有，也太鸡肋了吧。玩家与朋友不信邪，决定分头在这里探索一番，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物资什么的。一番探索后，玩家一无所获，不过朋友却发出信息说他发现了一个箱子。玩家赶忙顺着朋友指引的方向，很快两人汇合，果然这有一个箱子。玩家抱着好奇的心打开了箱子，里面有两组火把和一个指南针。不对，这个看似像指南针的物品，光标放上去后，却是一个名叫巨大洞穴指南针的物品。事情越来越离谱了，既然名字叫巨大洞穴指南针，莫非能通过它找到一个巨大的洞穴？朋友与玩家瞬间来了兴致，于是二人决定试试这个指南针是否真的能指引他们找到一个巨大的洞穴。两人开始跟着指南针的指引前进着，很快他们便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沙漠山脉，而玩家也发现了新的异常，那就是头顶的太阳一直没有移动，时间现在固定了，可能是游戏时间更新存在延迟吧。玩家二人没想太多，当务之急是赶快进入到前方那座巨大的山脉中，因为手里的指南针指的就是那座山脉，但这里的河面也很不正常，有很多的漩涡，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进去。于是玩家制作了小木船，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也相对安全。在河面上行驶了一段时间后，玩家无意间在左侧的山脉发现了一个黑影。由于太过于慌张，玩家没看路，直接驶进了漩涡中。再次上来后，那个黑影已经消失不见。两人看着眼前的洞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里面深不见边界，但在朋友的提议下，两人还是准备进去探索一番。顺着曲沿弯折的矿道一直向内走去，很快一个 MC 奇观呈现在了玩家二人眼前，这颇有一番神秘的未来感。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目前，玩家与朋友在这座巨大且幽暗的矿洞中没有发现任何 MC 生物，但往往越黑的环境下，人们内心的恐惧也会逐渐被放大。虽然有火把微弱的光亮可以减少玩家内心的恐惧，但他总感觉这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果不其然，他接下来便发现了一个黑影在光源能见范围内一闪而逝。他赶快告诉了朋友，朋友觉得会不会是绿油油的小江什么的，但接下来玩家发现自己物品栏的食物没了。好家伙，食物都凭空消失了，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玩家开始慌了，他向朋友提议要不然还是原路返回吧。朋友却不乐意了，大老爷们的怕什么，只要心中相信光，奥特曼会来保护我们的。为了打消玩家的内心的不安，朋友决定找到刚才那个黑影。只见两人都换上了斧头，准备时刻迎战。可正当朋友与玩家来到一处较大的空地时，他们突然遭到了箭矢的攻击，而箭矢射来的方向应该是从很高的地方发射而来的，会不会是小白？但是在这漆黑的环境下什么也看不清。总之朋友现在也慌了，嘿嘿，果然帅不过三秒啊。朋友开始打退堂鼓了，两人准备向上攀登，前方高能就要到了。老规矩，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保护一下弹幕。就在这时，玩家神奇的发现自己无法挖掘了，朋友也是。玩家回头看向身后，总感觉有人在注视着他们，既然这里挖不动，那就换条路走吧。很快玩家与朋友找到了来时的入口，但是上来后发现这里被基岩堵住了。什么情况？明明来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基岩。朋友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到底是谁在搞怪？朋友快绷不住了，但当下最重要的是赶快找到出口，既然这里被堵住了，那只能另辟蹊径了。可随后又发生了奇怪的事儿，站在玩家前方的朋友在玩家一个转身的功夫突然被推了下去。朋友还以为是玩家推的，但事实你我都看在眼里，玩家毛都没碰他一下。这下两人更加慌张了，必须赶快离开这儿。玩家跟随着朋友的步伐再次下到了矿洞底部，下来后没多久，他们突然被冒出来的岩浆堵住了去路。还没等玩家与朋友反应过来，接着一堆小雕的头骨凭空出现。只见前方一只大黑耗子一闪而出，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拥有红色双眼的黑色实体。接着一个名叫 Hero Brain 的 ID 在信息框发出了消息，这竟然是黑暗 Him。 玩家与朋友不敢相信，接着这个黑暗 Him 便当着玩家的面一飞冲天，消失不见了。随后玩家与朋友便开心的嗝屁了。